裸聊片案唔一定一开始就肉白相见，唔少好似刚才嘅对话，倾几句先，再揾啲藉口补偿你。啲受人觉得哦都好喎、啊，好顺理成章咁、啊、样。十个十个咧，我见嘅受人咧，其实佢哋都有戒心。有一个甚至话俾我听咧，佢由头到尾啊，手指公咧揿住嗰个镜头，系影唔到自己嘅。不过呢个画面一出，视觉冲击之余，连戒心都冲散埋。佢哋就觉得啊，佢都首先除衫，咁即系话呢个肯定系真噶啦咁样。呢、这个就系令到佢哋最先放低戒心嘅一个，即系好重要嘅一步。呢条系行内俗称嘅罐头片，同色情片冇分别。预先拍定，无限播放，不过是用来引你入局。只要受害人在镜头前露个面，脱一脱，然后骗徒就会影低勒索。而最初对话嗰阵揿嘅嗰个连结，其实是恶意程式，一早偷晒受害人手机嘅资料，方便骗徒威胁将条片广传。咁点样分辨罐头片？進行一個多少少嘅互動，即係譬如話喺裸聊嘅過程中，叫對方誒試下舉個手啊，試下即係轉個身啊，咁可能當中呢一啲動作咧就會有啲唔流暢嘅情況咯。不過佢話，無論係咪罐頭片都好，都唔應該喺鏡頭前裸露，要保障自己。